妈，今仔买的衣裳有够水无？妈，囡仔吼，得阁几啊个月才会出世，你才紧得要遮物件，是要创啥物？妈，紧买紧欢喜啊！你唔知影，我想要做阿妈的哦。哎，小华啊，小华，来来来，你看麦啊，妈买遮衣裳有水无？妈，时间还阁早，你要遮是要创啥啦？妈妈，先买先欢喜啊！ 你敢唔知影妈妈足想要做阿妈的？妈，你若较早欢喜起来睏咧，今仔日的孙早就伫你面头前走来走去啊！蒋文，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无，我无什么意思。你的心内到底想不想我对无？你根本就无想要爱我巴肚内面囡仔。你对我，我讲到遐尼平，你才听我心。妈，啊，这囡仔衫摕转去摕啦。 胡碧，那无我巴肚内面囡仔卖滴卖用，袂用的啦。胡碧，你袂用咧提巴肚内囡仔咧讲酸笑呢。囡仔爸爸都无想要滴伊啊，我生伊落来孤人院是要创啥物？鸟外是囡仔的老爸，伊哪有可能无爱囡仔啦？啊无，伊偷偷讲遐话是啥物意思？伊的意思是讲吼，你比秀啊较好。你唔知影，你有心哦，阮规家伙啊偌欢喜的，欢喜。 你看我这外面都有心欢喜的款，小文，何必误会你的意思啊？去啦，去甲伊讲你偌欢喜的。我真欢喜，你有心啦。啊，不过你拄则对我的态度，互我感觉足失望的。我想你应该甲我回一句实在才对。我拢甲你讲过，我真欢喜啊，无你阁想要安怎？欢喜。 欢喜，欢喜人讲话才大声，口气才歹是无？你无你出脑，硬要甲我冤，我是安怎才甲你回事嘞？我无你出脑，我希望我的红婿会当温柔体贴，我希望我囡仔的爸爸会当对有期待，会当疼惜伊。我安尼叫做无你出脑？胡碧，小花一定会疼惜你，嘛会疼惜你巴肚内的囡仔。啊，不过伊拄则的态度，你回一句实话都做袂到，是要安怎疼惜我的囡仔？会啦。 胡碧，我会叫小婉给你下死你啦！小婉，去甲胡碧下死你啦！为什么讨我下死你啊？妈，你甲看，赶快是这种态度，安尼好啊！我过去吼，去甲囡仔提掉啦。你嘛提掉，你都唔免惊我会有遐无。胡碧，不用你啦，你唔通安尼啊冲动啦！小婉啊，小安大一个啦，甲下死你啦！ 妈，伊若要去哦，你就让伊去啦。伊要经过我的同意，甲囡仔提掉，我来甲顾，我甲伊离婚啦。好啊，安尼我就来死，我来死哦！你看，安尼总会用的吧？胡碧啊，唔通安尼啦！妈，昨昏对我遮尔无情，你拢无爱替我教示伊，你拢欺负我，我无想要我。好去啦，妈，你就让伊去死啦。 我照咪相信伊会残存秀华安尼，会相信到外面落去。对不起，我替你解释。你即摆讲为着秀华，要互咱家吵架人家，去回死你啦！刚刚爱我，甲富美讲，我即做大家对不起，爱我甲回死你。妈，去啦，去回死你啦！叫你去无听，去啦！ 是嘞，有囡仔就会当控制小婉甲伊妈妈。哼，啊，不过我的腹肚内面无囡仔，安尼是要安怎？ 我的亲生爸爸是我的外孙啦，我的亲兄弟，甲我互相残杀，我的妈妈为着我的代志
想要去死。我记得我想要跟他做伙，已经搬回去后头厝。凯莉，你讲，这世间有甚么人比我更加凄惨？新昌，你莫艰苦啊！就算讲全世界的人拢离开你，你还阁有我啊！我永远陪伴你。你是谁？我要找新昌。你还阁真逍遥嘛？有一个像你水的查某陪你伫遐饮酒啊，无怪你无爱倒去娶彩华。是彩华叫你来是吧？伊才无这个闲工呢。你去酒店找查某，人伊即摆无闲去散拍啵，交男朋友。你还阁踮遮咧结扣扣？那查甫人哦，对到凯莉、玛丽一个换过一个，像啥查甫人都袂当王先生、李先生，看倒一个较稳定。阿姨，你现在不要跟超人周董。我现在不要跟周董，我鼓励伊追求幸福、追求快乐的白富啊，是要动啥？你鼓励伊去交别的男朋友？是啊，那彩华上爱的人是聪达啦，你得歪好好甲疼惜啊。我得和伊甲聪达去交往。啊，人哦，要快乐来看少年呐，唔通吃老啊才来怨叹，安尼都袂富啊。阿姨。你哪会将你过去的遗憾讲给蔡华听？我一点也都未感到遗憾呐，我即马活自由的呢，要甲谁出去就甲谁出去啦。啊，我甲恁爸爸吼，安尼出出入入，你甲恁妈嘛袂当对我安怎啊？迄个甲你交往啦，唔是我的爸爸。上好是安尼啦，唔通到时阵哦，蔡华甲别个查甫人出出入入，你才来讲蔡华是你的某哈？信秋，你莫叫是讲彩华无你就死，你嘛莫叫是彩华跟你讲遐个话，只是跟你客气。我是来跟你提醒的啦，你若真正啥物拢歪管，唔通到时阵谁甲谁放生，迄我都唔知影。别去做伊去，无算来才跟我呛呛。你若要红声，查甫人看家己的查某，风吹出吹你这口气，先吞落去，再来跟我讲哈。信秋，我是来替彩华讲话的啦，请你先出去。我还有一挂话，想要跟这位凯莉小姐讲一下。你想要对伊安怎？只是想要跟伊讲话啦，会用的未？你免想要做就用两样做伙，阮要做的是阮自由。你甲彩华即马阁是翁仔某，甲一个查某关伫房间内，我若是要过伊妨害家庭。你两个干嘛跟我当到底？你即摆是伫威胁我上？你若不爱我威胁，就随家出去。你若无等我避免，代志就真歹瞧啊！先生，不要紧啦，你先走。嘿，这查甫人嘛真奇怪呢。啊、你也无比我彩华搁较水啊！现在伊甲你笑敢那一朵花嘞。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无要创啥啦，只是想要甲你讲，你若真正想要甲信昌做伙，我稳准。你稳准我甲信昌做伙？我讲话你是听无信。啊，不过你拄只才叫信昌等你找因太太。我叫伊去找因太太，那是伊的责任。啊！不过我知伊在外口需要有查某，所以我都袂甲做动。可以交一个较硬在外口四界找人。安尼，阮彩华想要找人，唔才知影要去倒位找。你若真正想要甲信昌做伙，你都要甲顾好条哈，唔通回走去哦。我是真唔知影，你想哪样来做？我安尼做，你无需要知影。我的话你甲记好掉就好。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啊，今仔只我倒水盘。
多谢多谢，好嘞，阿姐你也，好嘞好嘞啊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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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咱今日生意嘛足好个啊，好是好啦，有啊，我感觉哦，安怎？我来感觉来甲买遐人来教张遐人拢同款。这简单啊，哎，就是因长食了好食，今日过来甲咱买啊。要不哦，因咧一届买拢买遐尔啊多，应该袂买买当做饭食。买做饭食，安尼上好啊啦。是安尼讲安尼上好。每一个人拢爱食饭啊，那呢，因都爱逐天来甲咱买吃两饼吼。嗯。哦，我一届买遐多当食，唔惊去解解死。宋大，你叫别人到家了，我已经吃不落啊。对啊，真正吃不落啊。吃不落，吃不落，你不要提顿去，你的厝边隔壁小朋友吃哦。宋大，你要这么侪红豆饼，是要创啥？我想要照顾我阿伯生理啦。阿伯生理若好，伊就欢喜啊。伊若欢喜，小阿妈也欢喜啊。哦，是为着要拍七啦？真拍七啦？你卖搞当作是花花公子，伫搞女朋友好不好？分知啦。你对小娃好教哦，连家己的性命拢会使无爱顾啊！好啦好啦，卖甲你讲遮啦。伊阁甲我斗三工一阵呐，等下平等生意若好，伊都免逐工家己买个啦。唉，唔好嘛就好啦。哎，敢毋是小娃？对我！哎，等一下。小娃，小娃，你听阿公啊！小娃，小娃，你现在到底要安怎做？小娃失礼啦。我安尼做，只是想要让你甲你爸爸欢喜。假使我安尼做伤害到恁的自尊，我甲你回失礼。宗达，你没回失礼，你无伤害我什么？爸母，你哪会流目屎啊？我的目屎是为你流的，因为无人采取你安尼，点点付出感情，一点仔要求都无。宗达，大概你伫关心我的时阵，我拢会想到那时的时阵伫儿童之家，迄个时阵你就照顾我的，大概有人欺负我，伊就站出来保护我，甚至为我和老师出话。你嘛感觉对我真好啊！我和老师出话的时阵，你也走来看我，佮帮我洗盘啊！我细汉的时阵哦，无人对我遐尼好啦。迄是因为你真善良，啊，不过你的个性佫真倔强。你为着我和老师出话，啊，不过你无跟老师讲，这毋是你的唔对。我想爸爸的时阵，你就偷偷从我倒去看爸爸。我哭的时阵，你就点点在我身躯边安慰我。我就会个生命危险的时阵，我拢有看到你烦恼到滴流目屎。十多年前，儿童家还未解散，可是你无走去。可是，伊一直拢有跟我联络。莫迪卡，莫迪卡，你会给我信？啊，不过这一切已经上完了。这一切拢未上完，小华，我伫等你。我永远永远拢在等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。我是细汉时阵迄个聪达，我甲你，还有你爸爸，咱就是天天的星星，永远拢袂分开。我永远陪在你的身旁，好不好？
哎，西北，洪大，你哪来遮？我想讲要来找姓昌啦，姓昌跟我店要哩办公室，伊只去讲我无来呢。你找伊有什么代志啊？是无什么代志啦？自伊甲姚正元过了后，我拢毋捌看过伊，我想讲家找一下，你家看一下。洪大，我看会出来，你真烦恼因兄弟仔代志哦。即阵啊，真操烦哦。兄弟冤家安尼。 我哪会袂操烦？你的心情我已经了解了。当初我找宋达回来的时阵，胜昌甲伊嘛袂合，兄弟仔两个哦一见面就冤家啦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我这做老爸心内嘛足艰苦的，想袂到，这种兄弟仔冤家的代志，即嘛换你来操烦啊，说袂。 你即摆是咧甲我看笑亏心，要哪会啦？姓昌嘛甲我当做是家己的是大人，我嘛是真心替伊伫烦恼。家己哪会不离生？你是替我来烦恼啥？好，我知影即摆真烦啊，我就卖阁讲我甲姓昌的代志。阿哥康台，既然姓昌还阁认这姚宗做兄弟，我认为。 并且你好好，应该唔是甚物问题啦。你哦，着较忍耐啊，卖伤着急，落倒来。唉，我对因已经有寡忍耐，若假使因两个唔是我后生，我早就将因两个解决掉啊。误会啊，康太啊，讲话卖遐硬变变啦，哈。甲我讲个半条安尼，你阁无敢会听？你爱讲做你去讲，我无爱听。 阿廖，阿姚总兄，即马有要紧吗？不要紧，咱去处理啊。阿若无，咱有这个事情来找姓昌。人不要紧哦，安尼较放心啊。好嘞，我先去找姓昌，你先去陪伊。哎，康太，我若撞着姓昌，我也甲讲你找伊啦。我知影，多谢。 秀萍啊，你遐衫洗好未？洗好啊，嘛晒好啊啦。啊，你洗衫是毋是拢直接等你洗衫机落去洗啊？我有浸一下，啊才洗啦。哦，敢若浸哦？啊，你有用迄撸啊小露一下无？无呢。哎呦，无怪哦。啊，但你看麦啦，哦，这阿妈娘啦，乌杂杂啦。 迄洗衫吼，都爱浸过吼，啊吼爱撸一下啊，才等你洗衫机洗。迄衫呢，毋才会清气。遐尔功夫哦，啥物叫功夫？我这洗衫本来就爱安尼啊。啊，当吼，我较早娶细文的时阵吼，我搁较无闲，伊等领衫吼，我拢嘛浸过，搁撸过，才等你洗衫机落去洗呢。细文哦，自细汉到大汉，迄所有学生衫哦，等领我拢洗甲足清气，连出社会遐的涉渍吼，我。 等下拢嘛，甲女甲白相差。去啦去啦，嘿哦，厝尾顶遐的衫哦，搁甲摕落来洗一下吼。哎呀妈妈，啊即马洗衫机哦，足方便嘛，洗啊足清气啊，唔免像你较早安尼啦，搁要浸，搁要乱，遐麻烦。洗衫机遐个哦，敢洗赢咱只双手啊？煞啦，洗无清气吼，清出去洗红笑呢。袂啦，你看，我的衫敢无清气者？有清气无清气吼？ 我看这我都看袂过啦，你若唔甘手平洗吼，无我给伊遐落来洗啦。哎，妈，妈啦，我来收，我收了来顶洗啦吼。秋平，妈，衫有洗就好啊，你莫遐顶紧啦。什么伫顶紧？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衫若洗无清气吼，都爱顶洗啊。啊，我较早敢毋是安尼？好好好，顶洗顶洗。 妈，你去倒啊？嗯，我来看灶脚遐的油烟油垢吼，手边洗有清气无？哎呦，这几天哦，我伫咧灶脚，我看到胶纸呢，一定是灶脚无清气啦。
哎，秋萍，你要干嘛？啊，拄则帮囝的两叔生洗无掉，我想来洗啦。阿妈嘞？去寻找家。哦。哎，秋萍。妈祖少年哦，就这么清气，有洁癖啦。你看你奶奶哦。我知啦。 出院尔，那会通啉酒啦？啉酒伤怎啦？啉酒空嘴尔，唔通啉啦。愈痛我愈要啉啦。总，你即马是超过咧吐皮疼心啊？对。我就是要听候你讲，只有我受伤，只有我听到袂忍袂动的时阵，你才会知影你阿哥我这个后生。耀总，耀总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啊？ 你不要我啉酒，我出来外口啉。姚总，不冷静啦！你是要从啥？无你给我绑起来嘛！姚总，你莫管我啦！姚总，你若要安尼，我就跟你讲，干哪我干脆离开。好啦，姚总，你休冷静。好啦，爸爸莫甲你做动，你今要出来啉好无？袂爽啦！ 我今晚就准备出来外口给你们。耀总啊，耀总，阿三，信聪，从哪里都不行。 你敢唔感觉我是一个随便的人？你哪安尼想啊？我有过失败的婚姻，即马我甲你见得亲面，你是毋是会看袂起我？你袂安尼想啊，秀啊，我甲你讲过，婚姻失败。 不是你的唔对，弟弟我想唔到，同款是遐尔善良，遐尔纯洁。我对你的感情，袂因为你有过失败的婚姻就来改变，佫较袂因为安尼就来看轻你。总统，其实我一直拢有感受到你对我的爱。 不过，你对我的爱，我感觉无法接受，因为我叫我的目屎会变作你的负担。那呢，你就用你的笑容来接受我的爱，唔通让你的目屎搁再流落来。 冲哪里？冲哪搞有滴？信秋啊，冲哪？你真戆，真有才调嘛？一边搞一个啊！我唔知你伫讲啥，你莫甲我置气啦！你若要甲秀华交往，你就莫甲彩华勾勾滴，你若要甲彩华做伙，等我来面，甲话讲互清楚，咱三个人甲小亲亲咧。信秋，我甲彩华是清清白白啦，一点仔感情叫分拢无。 你阿哥甲你讲几摆，你才听有啊？你讲话那是真实的，是安怎彩华生活来还阁有你？那是你家己的疑心疑鬼，不是彩华对不起你。你这个老婆专门破坏人阿母的感情，秀华和你母家离婚，今麦就已经跟你做伙，你想要煽动我跟彩华拆伙？我无，你无，好，你今麦来跟我去彩华。
将你的面甲话讲清楚，讲你甲秀华做伙，叫伊对你死心啦。县长，我唔知影你甲彩华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也毋过我阁甲你讲一摆，你甲彩华的代志根本就甲我无关系，我无想要插手你老母的代志啊！安怎？你会惊笑？因为今麦你有秀华，所以你唔敢面对彩华。你今日找你算账，你想要一家家摊饼啊？对无？县长，你哪只烦啊？你现在都讲袂顺车，我唔是讲袂顺车啦。行，过来见我。我不爱去啦。爸爸，你去哪里？爸爸，我等，好了好了。县长，你若是爱彩花，想要跟彩花做伙，那呢？你应该把彩花留落来，把伊留在你的身躯边，不是把所有问题拢怪在宋大身躯顶啊？好。我会甲讲，我会甲讲，是你挡在冲大面头前讲这话。我甲讲，你在讲这话的时阵，冲大是秘在你后边，亲像孙仔共款啊。是，县长。这个县长甲彩华，是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冲大，你有要紧无？我不要紧啊。这间pub是我得票妈妈的所在。我妈妈过身了后，我就决心袂阁来这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我今仔日阁会伫这？电话去恁阿姨遐，伊讲你无伫咧，我想无听你地址。妈，你遐找我什么代志啊？我是来带你回去啊。带我回去，因为我知影，县长够足爱你，只是对你有误解，才会挑故意讲遐话来气你。其实伊的心内够足艰苦，伊艰苦。阿姆哥有人陪伴，伊也袂感觉孤单。你错啊，彩华，其实县长，伊是伫欺骗伊家己。伊甲一个完全无感情的人做伙，心内只是更加痛苦。妈妈真正唔甘，看恁安尼互相伤害对方，甲我回来，好不好？那你等有啥物路用？县长嘛，同款对我这么冷淡，我嘛是同款的伤心啊！我会替你去甲县长解释，让伊知影你是爱伊。你无伫咧村这段时间，我相信县长一定要冷静的想过，伊不能不理。这边回去，伊一定好好对待你。你叫我是要来相信县长？你无法度相信圣昌，至少要相信妈妈。妈，彩华，算是妈妈求你，等你跟我做伴，好不好？你看你，一个人坐在这里久，连一个讲话的伴都无，你敢知影？我拄才在后边。看你一个人坐在这，我是我娘不甘。我嘛知影，你妈妈爸来这找过你，伊想要甲你带倒去。迄个时阵，拄好是寒天，你妈妈为着你，伫个外口徛跪啊，今在风吹雨淋。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妈妈，但不过我是你的大家，
对待你的心情，应该跟你妈妈同款。只要你一天不回去，我的心都带你在外面世界世，你知道吗？跟妈妈回来，给妈妈一个全家团圆的机会，也给你跟星秋会用有一个好好的机会。彩华，时间不早，啊，你妈妈有白想，较早去你休困。妈，你先去你困啊，我想要家己在家坐坐。彩华，有一件代志，妈妈想要问你。姓昌也对你安尼，你即马对姓昌，感觉阁有感情？你唔免顾虑着我，我要听你的心内话。我嘛唔知影，我即马甲姓昌闹到安尼，我感觉我的心足疼。彩华，假使你对一个人，若是已经完全无感觉，迄就表示你已经无缘啦。啊，若假使你对一个人，还佫会心疼，就表示你两个还佫有感情。妈妈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问你啦。假使若是要爱你去选择，挽回佮分开。你要选哪一条？若不是不得已，有倒一个查某人，伊这么简单就选择离婚这条路，心中伊对我已经无爱啊，感到怨恨。我的卡，我是应该选择离开。两个人若是无爱，本来有分。姓昌就是因为受过爱你，对你的分界这么深。既然你双方还有感情，当然也是选择挽回这条。我相信你也知影，为着要挽回，我已经做尽这样。阿哥，我是无路用。彩华，你敢捌跟拳头母去拍过一只狗呀？拳头母若放开，狗也同款会遐叮当，袂死。啊，不过你若是用一支针头啊，轻轻那个落，一只狗也绝对活袂落去。妈，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无。你咧挽回，妈妈有看。你受的委屈，我嘛知影。啊，不过你用的方法不对啊。查甫人要爱，有的时阵不是要爱你甲讲道理，更加不是用一条又过一条的规矩甲约束来限制。安尼查甫人颠倒会起反感，用烛光代替道理，用美酒代替规矩。用轻声细细去代替亲妈，你袂记得啊？咱查某人要对付查某人，上好的方法就是爱温柔，免阁等啊！就是今仔日宴啦，妈妈甲咱请人带出去，这间厝都留予你甲姓张，爱家妈甲你讲的。用着方法，一定爱稳定，知无？
庆琼，啊，这年阿妈，你阿在公司要买东西啊？你是安怎？还有头嘉宾，人无爽快是吗？无啊。无是安怎？有心事哦。有心事就爱讲出来，唔通捂住伫心内，知影无？是啦。爸，阿姨，我头拄啊，甲宋大王过啦。嗯。因又讲安怎啊？啊？那三不五时啊，就冤家哈？爸，宋大爷无应该，伊无应该一边甲秀华做伙，一边佫甲灿华高高低啊。信琼，宋大我了解伊啦，伊心肝内自头到尾只有秀华一个人，伊无可能甲彩华有任何瓜葛啦。这点吼，你一定要信任伊。也毋过，明珠阿姨讲，好啊。唔是我要讲伊的歹话啦，明珠的话哦，会用卖听就卖听啦。是啦，啊彩华有时阵哦，是半条工要气你的啦。啊，讲伊甲冲到我看人，还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你唔通哦去用西人啦。也唔过呐，讲到伊讲冲到，一到鬼我就吞袂落去。哎，小钟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因为你爱彩华，啊唔过你会记。千万来忍耐，别去意气用事。啊，若无行一步差，可能就要用你一世人的时间来后悔哦。是啦，先生，啊，这恁阿妈，你好回去啊啦。我相信彩华嘛，一定要咧等你的。伊哪可能咧等我？伊就讲要跟我离婚啊。生气，都无法度认真去体会、去看、去想。那安尼，你就变成抓袂到你家己真正的目标咧乱走。咱人有时阵，特别是咧生气的时候，更加需要冷静落来，好好思考，好好反省，好好回头去看过去。安尼，咱不时就有新的发现。莫看到以前那么看到的事实啊！小秋，你手边还有讲话真对，唔通阁互你家己的感情哦流动啊，半点安定落来嘛啊！为着你家己，嘛为着彩华，赶紧找到你感情的归宿。我嘛无想要甲我的心变起来，我嘛希望我的灵魂。你当有一个归宿，但不过你，规身躯拢去学折磨，去让我混一干满满，我根本就无法度入去你的世界。爸，阿姨，我先来等啊。真好，心中，你听下你去啊，就紧等去吼。心中。唔通干顾着你甲彩华的婚姻得到归宿，嘛要安慰你妈妈。会当让伊早日解脱，伊心情郁卒、甲痛苦。你小想一下，自从你知影你是空台的囝，你敢好啊？甲你妈妈讲过话，你是不是对你妈妈有较冷淡一丝啊？你千万唔通用错误的观念去看你妈妈跟杨空台一件代志。现在查甫人在感情上走失，对当得到原谅；但是查甫人呢，伊脚步若小可打叉，都袂予人谅解，这敢有公平？你妈妈的情形搁较特殊。伊毋是伫心甘情愿发生这种代志的，伊敢有做啥物唔对事？阿姨，我并无怪伊，我嘛无看轻伊啊。啊，不过你无表达出来啊。伫伊上需要人安慰同情的时阵，你若对伊冷淡，
会加深伊的罪恶感。你冷淡会刺伤伊呢。这款的伤是比杨康泰和伊的伤害更加痛苦，你知无？这怎么？我感到够留着我家己心内的痛苦，无好好去对待阮妈。你怎么去做嘛？也未慢啊！不要回去啊！要让你厝内底两个你最爱走的人太辛苦啊！阿姨，爸，真多谢你，愿意听我的心内话，我真感谢你，甲我讲遐侪话。小强啊，恁讲细心多谢，我是恁爸爸的，我再讲。林秋平阿姨，俺们是什么话吧？